推广金丝雨教学，仰光慈济志工走进丹阴镇的寺院学校带动。金丝雨教学有别于其他课程，有的老师将游戏带入其中，有的则让孩子发挥创意，用戏剧呈现。丰富有趣的教学形式，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学习。品德教育从小扎根，志工与老师以德以礼为基础落实生活，为孩子建构正向的人生价值。大爱新闻缅甸报道。